秋天是孩子生长的黄金期，聪明的妈妈这道菜你一定要学会，不仅营养丰富，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。处理好了虾仁，用刀给它剁碎，加胡萝卜、玉米粒、盐、淀粉，搅拌上劲备用。碗中打入三个鸡蛋，加入 1.5 倍的温水，充分打散，撇去浮沫备用。虾滑平摊在盘里，沿边缘倒入鸡蛋液，扣盖冷水上锅蒸十分钟，焖五分钟，撒上葱花，浇上热油激发出香味，再淋上一圈蒸鱼豉油。这样做的虾滑蒸蛋鲜甜嫩滑，孩子每次都能吃光盘。